科大在哪一条路上？平科路。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钢铁人。必过的节日？情人节。你觉得怎样的女生是最做作的？装幻容。狐臭还是口臭？狐臭。林正明还是刘梦子？林正明。你宁愿吃一只很大的蟑螂，还是吃500只烤蟑螂？很吃一只很大的蟑螂。吃爱人煮的地狱料理，还是吃仇人煮的天堂料理？吃爱人煮的地狱料理。夏天只能吃火锅，还是冬天只能吃刨冰？冬天吃刨冰。请对镜头性感三连拍。沾到屎的内裤，还是刷过马桶的牙刷？沾到屎。胸部还是屁股？屁股。你要有一颗像网球一样小的头，还是跟西瓜一样大的头？西瓜一样大的头。